Betty 以及所有的贵宾，大家午安。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参加今天 NU 数位2011年张凯珍的签约记者会以及他们的产品发表会。那我是 Jacky， 很高兴很多媒体一段时间都没有见面了。那因为今天大家都用一个非常期待而有开心的一个心情来到这个记者会。那最主要是因为 NU 数位在过去的一段很长的时间跟张凯珍有很好的一个配合的方式，以及因为张凯珍量身定制了很特别的一个贴布的一个产品。那今天最主要凯珍是为这个产品来做一个代言的一个活动，那也希望在整个活动里面可以让大家知道 NU 数位在跟张凯珍的合作是多么样的用心。好，那我们现在先麻烦工作人员，我们看一下数位 NU 数位的一个影片介绍，请大家欣赏一下3分钟的影片。男模出场。掌声鼓励一下。这是他们设计在手背上贴上去的肌贴，有负离子、折碳以及红外线的功能。请 NU 的女模出场，掌声鼓励。好，那我们接下来欢迎 NU 数位亚洲产品经理 Grant 于出场。他是唯一没有贴肌贴的啊，唯一。好，来，那我们现在请 Brand 为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车，以及为什么找这么多的运动选手。我们刚刚在影片上看，有铁人三项，有橄榄球，也有骑脚踏车，那有这么多活动，为什么 NU 独后网球要找张凯珍来代言？那我们请 Brand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经验。
好，首先感谢各位的来宾来参加2011 NU 泰臣能量的产品发表会及张凯真的签约记者会。那你们刚才从影片当中，你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NU 这几年来长期积极的在赞助台湾的一些运动赛事，不管是自行车、游泳、路跑、铁人三项、网球、橄榄球。那在这几年上的活动赛事当中，我们一直在观察台湾的运动的选手。那我们也长期观察到凯真，基本上凯真在11岁的时候就单独的前往美国去做网球上的练习。那其实在凯真的身上，我们发现他有非常多的特质跟 NU 的企业形象非常的符合。第一个，不怕苦；第二个，他本身上努力不懈，追求自己的目标。好，那我想这几个地方也让我们来看到凯真基本上他完全符合 NU 的企业形象，也是现在目前在台湾最有潜力，在明年就可以打入奥运的女子单打选手。那我们也今天也很高兴的能跟张凯真在所有贵宾上的见证下来签约他，也希望我们 NU 的泰臣能量的产品的协助下，能让他在奥运上打出。好，那我们请凯真跟大家分享一下，从去年跟 NU 接触的经验里面，还有NU 开始提供他们的肌贴，因为我们知道网球选手，尤其是右手持拍的选手，膝盖左膝非常的吃力，因为他发球几乎每一个球的落点都是靠左脚去支撑，所以大家现在也可以看一下，凯真左膝的部分也有贴着他有他的名字 KC Chain 的这个贴布，那这个是上个月才在过年前才赶制完成的产品。那目前凯真左膝在上一次回来的时候，澳网回来之后曾经有做过短暂的一些治疗。那我们请凯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产品对他在运动的生涯这段时间的一个使用的经验，好不好？来，请凯真。首先大家好，很高兴你们都可以各位贵宾来参加我的记者会。那我觉得自从使用 NU 的产品之后，给我很大的帮助，不管是在受伤的期间或者是在保护的期间，都让我更加强了自己身体的每一个部分的肌肉。那 NU 有很多的产品，那当然我用的最多的当然就是你们现在我看到身上贴的这个肌内效。那在亚运的时候，我几乎是全身都是肌贴，就像木乃伊一样，但我觉得它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让我恢复得很快，那让我也准备好下一场比赛。那我希望在未来我也可以跟 NU 一直合作。那谢谢你们。好，那我想 NU 的产品很多，那因为其实很多产品像凯真现在脖子上的这个项链也是泽泰的这个产品之一，那也是促进血液循环嘛，然后要发球的时候其实头仰的一个动作也相当的多。那其实 NU 除了在产品上给张凯真全力 support 之外，也给了一份不小的礼物给张凯真做签约金。那我们想其实这个产品对张凯真来讲应该是非常的一个贴切，那最主要是 NU 也非常用心把它的包装给做到这个产品上面，让张凯真在 WTA 的赛事的时候可以带着球拍以外的台湾产品不断的行销到全世界。那我想这个是 NU 也是首次能够跟选手结合之后把这些产品直接带到四大赛让所有的选手可以看得到。好，我们再一次感谢谢谢 NU 所为我们精心策划的这个张凯真的泽泰离子的贴布，再次掌声谢谢 NU。 那我想其实 NU 在做产品除了很用心之外，那针对这次凯真的代言其实也费尽心思了，他们全公司已经一个礼拜都没有休假，不，一个月都没有休假了啊，全力在策划这一次的活动啊。那我们想就这一次有准备了一个特别的东西要请 Grant 来送给张凯真，请大家掌声鼓励。这个产品是五环的产品，来，可以这样可以吗？摄影大哥，要不前面前进一点，来。啊，自由时报梁大哥，麻烦，镜头，对，稍微挤一下啊，来，好，看一下镜头啊。好，这五环代表五个颜色，好，代表五个颜色，对，那这五个颜色其实
是奥运的一个象征性精神的颜色。那其实为什么用这个五环呢？其实好，可以了吗？各位摄影大哥，好，来，那我们来请到这边啊，来这边再挪个位置一下啊。那我们这五环有其实有不同的意义哈。那我们请 Grant 分享一下，为什么你想做这样的产品？然后这五环又代表什么意思？啊，讲完我们再请凯真讲分享好了。好，来来，你对伦敦奥运，好不好，或者巴西奥运有什么样的想法？为什么会做这个东西？我想目前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目前这两年网球上的赛事在赛事上，我们在台湾上算是非常的争光哈。除了卢彦勋以外，再来是曾永南。那我想，我们整个的网球赛事，凯真也不错。你们讲张凯真，好，要讲张凯真 ，OK。那基本上，其实你们可以看到，张凯真不管是明年的，或者是说在下一届的，基本上他是台湾最有潜力，也是最有机会，跟帮台湾的整个的名次上在往上的增加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要把这个五环的东西送给张凯真，也希望张凯真为我们台湾争光。好，谢谢谢谢，原来有这个深层的意思。好，来来来，那这五环，那凯真你看到这五环有没有压力很大？就讲一下你的感想是什么。我觉得好像希望我前进奥运的感觉。对啊，女子单打要在56位，对，56千，对，所以加油，大家掌声鼓励一下，这压力非常的大哈，因为继王诗婷之后，目前女单的部分台湾还重缺，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好的选手，也希望凯真能够加油，好不好？好，那这个五环呢，其实产品这个不是随便菜奇啊贝贝，这是 NU 新的产品，这你知道吗？你不晓得哈，来，好，那我们 Grant 请。这一步，那我们女模再来秀一下这个产品到底是长什么样子。那音乐给一下，好吧？她的五环就是她右脚，对不起，现在所穿戴的这个，专为张凯真从台北分到伦敦要做20几个小时，他们可以消除她小腿上的肌肉的酸痛的，泽泰的这个甜甜圈啊。那这个东西是让你飞机长期坐卧的时候，非常非常能够促进你血液循环。好，各位摄影大哥，可以了吗？可以了哈。好，谢谢。来，那我们请凯真跟 Grant 再挪一步。那我们请一下，其实凯真也在这一次回来的过程中间，他也特别也请了一个陈若涵这位纸雕的作家，那他就是我们马总统推荐的这个作雕，他特别纸雕的产品，特别请陈若涵帮忙有设计这样子的一个产品，要送给 Grant。那我们掌声鼓励一下，请 Grant 收张凯真手上礼物。来看一下摄影，大家看一下前面，看到这个是马总统特别推荐的这位纸3D 应该2.5D 的纸雕作品啊、哦。那这个部分上面是设计要给 NU 的啊、哦，上面有他的 logo。好，可以了吗？好，谢谢，掌声鼓励，谢谢。好，那好，接下来就是媒体发问时间，有没有媒体先生小姐有问题要发问的？我是联合报雷光涵，我想请问，你可以问那个经理吗？就是他们怎么会想到要把就是凯真的图像跟名字，就是弄在这个绩效贴上面，然后是不是就是所有产品中就是第一次有这样的设计？谢谢。目前这个算是真的为凯真量身定做的。那基本上这一个贴布上它本身上最主要的针对运动员的话，它基本上就是在防止它的运动伤害。那本身因为里面的我们的成分基本上这些矿石有负离子跟远红外线，能帮助运动选手。它本身在运动当中的血液循环、新陈代谢，尤其像凯真刚才讲的，他在运动当中的时候，不管在运动前跟运动后，他要快速恢复疲劳，他可以快速的排出乳酸。好，那我想这一款应该是算是全世界第一版的为运动选手所特别量身定做的。OK， 谢谢。谢谢。